Dies me in a lonely city, in the middle of the noisy streets, never ending. When I saw you out there, something got you from me. 真的好多蛋糕耶！我感觉拿铁比你这个，本来就你那个贵啊。哦，也是。咖啡。好可爱，这是豹纹吗？我们又来逛街了，哈哈。不知道今天我能不能买上什么东西，期待一下吧。这个包包好好看，这件挺好看的，碎花。等我们老了一年一见了。可以的。那我有点不想拿这个颜色。那我呢？姐妹不愿意，我来接受。年纪大了就要穿粉色了是吧？这件也挺好看。其实我觉得这件也挺好看的。这些时尚的鞋子真的很像小商品市场卖的那种，感觉这个鞋子是那种退休了以后都能穿的。对，它挂在这儿我就感觉它闪闪发光。要不要这么夸张？但还是那个颜色好看。是这条裤子。Oh my god， 真的好大呀！这个商场里面，然后咱们又戴了帽子，然后昨天被冷飞了，今天就我也是哦，然后今天就热得不行，先吃先吃，干个杯吧，庆祝一下我们降温成功，是不一样哈、哦，七千一杯的，七千五，哦，七千五，不错，嗯。快吃完了，是真的口渴了，渴的不行。这个真的很好吃。两个人在这里碰撞，感觉有点尴尬，偷偷拍一下。等待结账中的碰到了天降男主。咱们属实今天都是大消费了啊，今天终于陪你消费了一下。重视快乐是吧？对，消费了。这个好可爱，草莓的吐司奶油吐司，好可爱啊，三明治。来嗦粉啦、啊！嗦粉，是越南米粉的感觉。吃喽，选一下。哇，这米粉挺细。嗯，我也比较喜欢吃细一点的，粗的感觉不是那么回事。嗯，还挺好吃吧。嗯，我都看到了，看到了。下面挺好吃的，这个还是爱心的。嗯，看一下。哎呦，拿起来。
炸虾，嗯，那种天妇罗的感觉。又来了。笑死。哇，好像人挺多。那还行，有位置。这个真的很好吃。要喝什么呀？就过一个大脑。这个超好吃。刚刚下单买了一些吃的，牛奶呀、高彩丝、橘子、果汁、虾仁、五花肉片，还有牛肉，应该够吃了吧？现在不是很饿，但是好像又快要到吃晚饭的时间了，就吃个小贝吗？遇到了咱们这种不爱闹事儿的消费者，这个小贝是真的很好吃的。